喜欢观众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Twitch。那目前玩的游戏是《新绝代双骄》，1999年宇峻奥丁科技出品的《新绝代双骄》一代。那主要是控制小月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我们现在玩到要去塞外高原，然后寻找牛羊莫名死亡的原因 ，OK。好，塞外高原。哎，然后这边要怎么走？哎，有宝箱。醒神伞，我看我还是没到树上逛。赶紧将正式办好要紧。哎，还好可以录影，太棒了。老头子果然上了年纪演化，牛羊腿上明明有细微的蛇咬痕迹。恶人谷附近可没这么毒的蛇，一口就让一批牛倒地。这个采样给万神鹰检查检查才行。事不宜迟，我给赶快回去找万神医。小鱼哥哥，不好了，谷里面的人刚刚都中毒了，万神医要你赶快去他家。我也。请你妹子，醒醒！万叔叔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整个全谷的人都跑不见了。刚才就洗干碗，我看大家一阵昏眩就倒地。咱们话是做多了，以为仇家要来寻晦气，这回儿大家鸟兽散，避祸去了。我见魏姐你还没事，就叫他赶紧去通知你。你没事，我没事。魏姐你后来怎么又倒了？我炼丹残毒多了，抗毒能力真的好。你是从小泡药长大的，也不怕剩什么毒，毒可能是从饮水中下的。刚才酒宴中见你喝的少，中毒也浅现。我看这症状是一种蛇毒，可是不知道这中毒来源，就没办法做解毒剂。唉，这是沙白老头的牲畜腿子，显然是中蛇毒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可能是魏无心回来弄鬼。小鱼哥哥，我答应你，不伤魏无心的性命。谢谢你。要是魏无心从饥饿洞的地下水源下毒的话，我这里有一块清净石，专门吸收各种毒素，你带去放到水中就可以了。等你把水源清理干净，我也应该替大家解完毒了。你快去吧。好，哦，现在好顺哦。哇，完全没有跟我对话，直接砍我。没关系，先投影啊，按错。妙手空空。还有东西偷吗？哎，没东西偷了。没了，没东西的吧？再偷一次。没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嘿呀嘿呀嘿呀嘿
哦，有喘气声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水里下毒，连你妹妹也不能幸免？恶人过，嘲笑我的耻辱，我能害越多人，我越称心。秦玲是我妹妹，当然会支持我的行为。我正想等你们都昏倒后，拿解药去救她，带她出谷。你果然不是普通的偏激，她跟你四处流浪，会好日子过吗？我已经投奔碧蛇神君了，有了这么大的靠山，金灵怎么会吃苦？你要带着金灵血刃清草，你认为金灵在看着仇家不断喷血，痛苦嚎啕，你此前那种空洞可怖的眼神之后，他的下半辈子还有幸福可言吗？这，不要再把上一代的恩怨缠到金灵身上，就算他直到刚才还向我求情不要杀你。她是个温柔，连仇敌都不愿下手的好女孩。假如你还有一点疼惜妹妹的情感，就放过她，让她好好地在恶人谷中生活。锦鲤妹妹啊，我可能要食言了，我必须赌一赌你哥哥的良心。现在你有两条路走：第一，答应永远不踏入恶人谷一步，我会饶你一命；哪天锦鲤长大出谷，你们兄妹俩终有再相会的一天。第二，不答应没关系，我马上斩了你，然后骗金灵说你走了，永绝后患。拜托你一件事。不会是你死前的拜托吧？恶人又分等级的，食言会损害我的恶格。老子手酸不想斩人，现在可不流行士可杀不可辱那一套，还是劝你保命，来日再向我报仇，我等你好不好？金灵，很小以前都没见过娘，这是娘生前留下的试卷，麻烦你转交一半给她，希望娘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俩还有再相见的一日。但是请你千里从刚刚守军失利，表示恩情两断，魏无心不要他了，有他死的这条心，别再替我担忧。对不起，报仇的事由你一个人承担的。干什么？我的意思已经很明白，我不再踏入恶人谷就是，你还敢打我？我再教你一句恶人谷生存之道：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上次你把我关在这里的仇，这股恨意埋藏胸口可是会得内伤的，我要是不趁机下还你，等我出国再加上利息，哼，不宰了你才怪。你跟我个性很像嘛，我妹子就偷你照顾了，我们的决斗先欠着，后会有期。这清净石的威力还真不小，一下子把毒素吸走，现在任务完成了，可以回去向万叔叔交差了。好，我还是先加自己加100吧。别走啊，好吧，你还是走。万叔叔果然是魏无心，他现在已经投效碧蛇神君了。碧蛇神君，碧蛇神君是哪一号人物啊？武林中有人像我一样专门医治病患，自然会有另一种人专门用毒害人。听说碧蛇神君住在青海，是用毒方面一等一的高手，即使我见到他也让他三分。他武功虽然站不上大坛院，但个性阴险，防不胜防。我看魏无心和他挺搭搭的，不出四个月，害人的本事一定大幅增进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啊。我有什么好小心的？魏有心答应我永不入谷，我只要不出谷还有问题吗？你不想解开你的身世之谜？这你还记不记得你五年前突然跑来和我说你知道这个药罐子是谁？小月记得那天晚上，我本来睡在这屋子里，半夜里我突然觉得身子竟是被人抱了起来，我想叫喊却喊不出来，
我只觉得那人身法快得简直骇人。我躺在他怀里，就像是腾云驾雾似的，片刻间就离开了恶人谷。后来他将我放到地上。你姓什么？不知道。你简直和畜生一样，连姓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姓江，爹叫江峰，是被移花宫中的人害死的。你千万莫忘了这仇恨，长大一样找移花宫的人复仇。但二人谷中的功夫不济，万春流屋子里的药人叫燕南天，是天下第一神剑，也是你爹的结拜兄弟。你向他学武才有胜算。请问你究竟是谁？他没有提起江晴这名字。没有。奇怪，你燕伯伯到恶人谷来，本为的是要找个叫江晴的人，为的也正是要替你爹报仇。燕南天坏就坏在他一向度恶如仇，挥剑十丈外都能感觉到剑气，如此神威。屠娇娇他们误以为你燕伯伯要斩尽谷中恶人，为求自保，才设下圈套，将他用重手打成废人。这纯粹是一场误会，但他在我这里医治了十余年，都还没清醒，没法传你神功向移花宫报仇。我实在对不住。唉，万叔叔。你对燕伯伯恩同在朝，小玉儿现在亡父向你谢恩。唉，你别这样，快起来。我能体会杜伯伯、夏伯伯、屠姑姑当年的心境，换作是我做了一辈子的亏心事，也是怕极了燕伯伯的。而且他们也没有斩草除根，还把我养育大了，说来说去造成误会的江晴才是我的仇人。你冷明了我们就安心了。告诉你秘密的人还有什么特征？澄澈双眼比屠姑姑还亮，虽然蒙着眼，却故意将说话的声音扮得很粗，但看举动她必定是女的。什么举动？比如她头上戴的布罩，但她无意中会不时去摸头发。还有她虽然将我抱在怀里，但总是不让我碰到她的胸。此人能在恶人谷中来去自如，除了你燕伯伯外，还有就是移花宫中的姚月、林心两位公主。但这人竟然要你找移花宫人的报仇，又怎会是这两位公主？但总是会有个人，第一，这人认得我爹与燕伯伯；第二，他清楚我爹的死因，并关心我家的仇恨；第三，这人武功很高，可能移花宫有些过不去；第四，这是位眼睛又大又样的美人。不想你年纪虽小，分析事情已如此清楚。说实话，我本不该相信你的，哪知你虽然生长在这种环境里，却还没有失去良心，还是个好孩子。自从我知道燕伯伯和我关系后，我就变得更乖了。但我要去调查这些事情，第一，先得走出这恶人谷。他们什么时候才要放我走嘞？别急，现在杜莎、小弥陀、屠娇娇正在聚会讨论要把你弄走。把我弄走？万神医、小玉儿是在这里吗？不过我马上就出来，大伙现在出到客栈里等你大驾光临，我先回去等你，我来不行哦。我就不去送你了，免得当着大象的面红你眼眶丢脸。你要保重。小玉就要出谷了，想起此行甚远，可能一年半载无缘再见。若在谷内还有什么用到小月的地方，就请万叔叔吩咐吧。不良书斋的老斋主有一卷玄玄灵药经，我甚为中意，看看能否向他借来。不过此人自视甚高，非有过人的自视，
否则很难打动他。你就去试试看吧。小玉儿领受，这就去取经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直接过去吧。我应该可以了吧？我智力已经六十几了。在这次水源下毒事件实在太可怕，有半数的恶人谷居民暴毙，就算没死人也各自躲了起来，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回来的。哎，对了，小魔仙大将官领祝老夫未曾远离。哪里的话，老爹，好久不见，小玉儿是来向你请安的。算了吧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事你就直说吧。咦，听说老爹你有一本玄玄凝药经。好啊，这次动脑筋动到我筋骨上，你也休想。那这样我就不能向万叔叔交代了，他心情可能会不好哦。人老年纪这么一大把，还是不要跟医生过不去吧。可恶，死小鬼，东西拿了快滚。谢啦，老爷子你身体硬朗得很，就当我刚才没说过话吧。我们看一下那个道具长怎么样好吧。哦，就这样，上古医书哦。刚才配音配的还行吧？拜托称赞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留言称赞我。厉害呀、啊，你这小鬼头真的办到了！不良斋主已经气疯了吧？还好啦，小玉儿告退了。开玩笑，要是让万叔叔知道我是拿他威胁不良斋主，大概都笑不出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我是很想出国闯闯了，但是不能表现出来。看这个阵仗，挺像鸿门宴的。小玉儿犯了什么错，值得大佬们设宴求情？不知清楚，这顿饭我是吃不得的。好大的疑心病，果然给到咱们的真传。哈哈，怎么可能？你像是救了全国大英雄大豪杰。呸！我明明是要做大恶人的，这下子我越活越回去，难怪你们要整肃我。你也未必拐弯抹角，小玉儿，咱们亲眼说过。设宴替你送行。各位长辈，我真的做错事，打我骂我都没有关系，但是不要抛弃我。你们以前对小月的恩情，我还没有奉还。出了谷，我就没有舞台可以报复。嘿嘿，你这小子果然学会极恶精髓，能够忍辱一时，也要死命报仇。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，你继续待在这儿，只会眼光短浅。希望你出了江湖，那种天翻地覆，咱们避祸多年，又恶又鸟怨气才能消去。对啊，把你这个英俊又潇洒的恶棍护在谷中，简直是埋没人才，有了咱们颠覆社会的本质。无非就是小玉儿在谷中横行暴道，惹得大家厌。可是，在以恶为尊大义之下，只要我一直是谷中第一恶人，你们就没理由宰了我。找这么多理由。你我走都是对你们有好处，那我的安家费还没付出利息，精神损失，路途劳顿的车马费，这些你们准备足够了吗？我可不是三两下就能打发的蹩脚货色。没错，路没好处的事，今天叫我做我也是不做了。小鬼算你厉害，杜老大拿出东西瞧瞧。布包，这些是村人们的一点意思。我靠，一块烂铁，一套臭衣，外加一双烂鞋，果然是一点意思哈。咱们谷中是江湖中响当当的恶人，烧杀掳掠、引赌骗无不而作。当年都是吸一些银货细软珍宝才到谷中，这些杂碎就想打发我，这是谁经手的啊？金燕子，我就在猜是死胖子。
要是我不说又被你吞去，贪这么多钱又不敢出国花用，啊，还是由我出国替你享福好了。嘿嘿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咱们以后记得别再收留另一个瘟神。夏和尚是在指魏经营的话。魏家小妹聪明乖巧，不贪钱，温柔婉约，爱护令人怜惜，更不会像某个痞子一肚子坏事想害咱们。我要是年轻个几岁，还想追她哩。现在护着她来不及，又怎会害她呢？魏经营，你哥哥托我照顾你，我本来是 不能放心出国，现在连夏和尚都替你撑腰，我就不担心了。整天没看到魏经营啊，我这一个肚子坏水的痞子，喝酒最后美少女作陪才气愤。你们动荡组做的可真失败。他听到小鱼儿要出国的消息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哭呢。你真的是辣手摧坏的混蛋男人呢。这没气氛，我就走了。我出去把人害遍了，就回来害你们。各位长辈，身子可要养好啊。保重，不送了。金鸡杀子，痛个我有脸的，我真不长进。来，擦擦眼泪，眼睛哭哭了，人就不美了。这是我养的遗物。你把我哥哥怎么样的？没有害他性命，放他出国了。石马两断是什么意思？那出国前有没有和你说什么？我有心害疼妹妹的话，恩情两断的话，我又怎么能说得出口？还有，我告诉你，请你在谷中好好生活，别饿着瘦了，更不准伤风感冒。他学好本事，报了复仇就会回来。石马一人一半，就在相聚的证明。他希望在回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你是亭亭玉立、沉鱼落雁的大美女，有无数的男孩子都真的要当他妹夫。哼，你别骗我了，哥哥是直肠子的性儿，哪说得出这些话来安慰我。他还交代你一件事，就是每个月弄些面粉团子给苦面儿、张地龙、童心这三个人吃，一定要秘密的弄，别让他发现面粉做的。为什么？人间三恶本来想欺负你，魏无心弄些假药给他们吃，说这毒每个月要发一次，但这解药就交给你了。姑奶奶，这三个不听话的狗腿子，你要让他们玩东边不敢玩西，不过这秘密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，不然他们可是有本事让你生不如死。我现在都担心你心肠好，不肯听你哥哥的话，骗他们吃面团。你亲眼瞧见，哥哥要是知道有人欺负我，一定直接喂刀子，不会喂毒药的。大家都说你饿，其实你心肠最好了，这个给你。哦，狼齿，傻子东东，我可不收定情之物的。我五岁玩耍的时候被野狼攻击，怕得要死，哥哥挺身宰了狼，拔了一下犬齿给我当护身符，我待了这么多年，一直都很平安。这双牙，一个给你，一个请你转交给哥哥，希望误会能冰释，保佑两位平安顺利，能够变成好兄弟。我答应你就是了，既然魏无心的时候有什么话要捎给他，就说精灵会很乖很乖的听话，我一定会在这边等他回来，要他千万不要食言。你为什么要走？自从到了谷里，哥哥就不太理我，好不容易有人疼我，现在又要孤立你一个人了，我讨厌你，讨厌死了。啊哈！谢谢众位叔伯阿姨的教养之恩，此朝一别离。相逢是何夕？好，提剑子。七九七八九九一百，怎样？
下午帮我看着营养吧。姐姐，你怎么突然腿变巧了？前几日还踢不到50下呢。你看桃花姐春色满面，快点说，那个汉家小伙子是不是对姐姐有意思？原来是要心上人了，什么时候轮到我们？桃花姐，要是你嫌弃那小伙子，好姐妹就先下手了哦。好好好，谁叫我们是好姐妹、好姐姐？每次一来的男人都让给你们了。男人。别这样说嘛，好像说我们是害虫似的。有什么关系？人漂亮本来就该招蜂引蝶些，最前面的只是顺便姐姐配不上桃花姐的男孩子。诶，姐姐发什么呆啊？还不是前些日子汉人商女中来了个上相的，给桃花姐说什么莲花占卜，说她最近会红鸾心动，会遇到俏情郎。哼哼，没事别乱嚷嚷，小心我到姥姥那说你两句。被说中心事，生气了，好可怕。三月桃花开，汉家客郎捎礼来，中间一儿自己猜，晴空双飞比翼鸟。爹啾爹啾，姐姐心难挨，哎呦，姥姥别这样。天气暖，心多烫了，还不快去干正事，想饿死我牛羊啊。不要听他说说灭先生两句话，这几天都七上八下，哎，意中人什么时候走到我眼中？你是哪里人？看起来不像商旅，满身灰尘，走了很远的路吧？要不要先到我帐篷我喝两口水擦擦脸？我和你非亲非故，没事献殷勤，想搞什么鬼？我本来是和商队在一起的，不然遇到豪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我哥哥也不幸身亡，就我一个人逃了出来，爹娘都早已仙逝，从今以后要剩我孤零零的，好可怜哦！别哭了，这边是边地，王法管不少，偶尔会遇到这种事的。到帐里，我弄两碗娘奶给你提提神，好好睡一觉。日子总是要过，要是你暂时不投亲，就先在我这住下来，其他事情再从长计议。该不会是趁我睡着的时候下药，把我领养取走，扒光衣裤再丢去喂狗？不过我的确走累，跟你玩一玩也好。姑娘，你这是好人。人呢？我想想到底出什么乱子，别被人推的都还不知道。那个叫桃花的女人，昨晚上猛给我灌酒，让自己喝了点酒，她还跳舞，脸蛋身材武器歌喉都不错啦，就是太热情了，害我以为是仙人跳，顶着一夜没睡好觉。哈哈哈哈，我果然在恶人谷里待了太久，以为全天下的人都不安好心眼，终于不用再每天提心吊胆担心被人害，可以好好睡一觉了。毕竟天下还是老实人多，不过毕竟这样的姑娘也未免太放得开了。这个像是哪里？要买吗？买一下好了。皮夹、皮球，哦，配件买，发生机战斗 OK， 无论就是来这战斗 OK， 发生公用物品，雷火弹、迷药，好，然后这边的帐篷呢，可以拿到这3万，哎、欸，很重要，几乎是必拿的、啊。杂货店，杂货店卖一些 OK 药品。村北，哦，这边应该是遇到张青的那个时候吧。OK。哒哒哒哒哒。四级，村西。要去哪里？桃花帐篷吗？哎，桃花姑娘啊，话不能这样讲。
你要用几头牛羊换我这么多车的货，又要杀两成价，划不来，划不来。就是说嘛，也不到你屋里坐坐，是不是答应一个晚上？隔天起来，咱们就答应了。爷，你别说笑了，一物一物讲一个限制，斤两多少，大伙心头都有谱。我能体贴软言软语，看人家玩笑。我不想二爷想想吃你豆腐，大妹子多少说出的道理来，有理我就依你。说这个，你都穿没来这里，坏伙计不趁头，坏物淋着雨水发烂，总不能再越过重重山脉转为四川吧？我是见爷们辛苦，不忍心让大家白跑一趟，才疏通老陈的这帮货，让你换一些精装的牛羊回去。只要不死本，下次还有机会合作。姑娘果然一副精明贤惠的样子，这笔交易就照你所说了。有没有兴趣跟我游山玩水，走遍大江南北？我只身未去，就差你这种老婆。脸红，说来说去，你还不是拐了弯想讨没交量？桃花妹妹，我每年路上两趟，每次都待于月余，就望天天瞧着你，瞧着瞧着伤寒暑了。你假如心都想嫁人，那可第一考虑我啊。二爷的意思，我怎么会不知？只怕你府上伤已太失宠，不让我入门。休了休了，我这一趟回去马上休了他，大老婆二老婆也一并休了。没想到站边的姑娘除了买卖有一手，还有本事把男的唬弄得团团转。初出江湖，未来是这二人谷那一套管不管用？给。哦，就这样，好像蛮无聊的。哎，可以重复给，对不对？其他地方应该还好了，没什么东西吧？我记得没有了。哎，铁心男，啊，铁心男好好正哦，啊，正咩？玉商，这匹马卖不卖？你要买，叫你家大人来吧。何必要叫大人？有银子的大人啊！你有银子，这匹马可是匹好马，价钱可是相当高的。既然欺负我年幼，随便什么价钱，你只管说吧。这匹马要100，至少190两。果然想吃定我，但我不是行价，这价钱不对。怎么不对？您可知道这匹宝马这最少要？这既然是匹宝马，所以至少应该值380两。190两简直太少了，简直少得不像话。咦，那卖玉的老兄竟然没有把我瞧在眼里？你在开玩笑？我也算童叟无欺，不讹诈人的，这种价格我不卖。商场上买卖吃人不吐骨头，您这还耍两手花枪，钱从来不开玩笑的。来来来，把钱拿去。各位乡亲为证，今儿是这位少年英雄自愿高价买我马儿，不是我小世子骗人钱财。改天我请大家吃酒。捞了好处，马上想法子塞住大家的嘴，好像我必须被骗。很好很好。小侍者，等会麻烦你将白马牵到桃花姐姐帐子旁边。待会歇斯就去，没问题。卖玉的家伙神气什么？你不踩我，难道我不踩钱财老爷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触发错了，顺序错了。嗯，没错啊。这珠花卖不卖？哼，小少眼光不错，这种上好的珍珠市面上可真不多。原来他不是老板啊，那干嘛死定的手势？莫非这人是好是扮女孩子？瞧他眼白，脸面白净，还真有两分味道。我在想什么？多少？七十两。70两，七十两不多吧？但这珠子是假的啊！假的？谁说是假的？这简直是侮辱我！我从2岁起就开始用珍珠当弹子打，这珍珠是真是假？我想用鼻子嗅嗅也知道。那么就60两？你又错了，
真的珍珠只要从海里捞就有了，假的珍珠却要费许多功夫去做，而且做得这么像，那本该比真的贵才是。这那真的要60两，假的最少140两，买来送给姑娘公子刚好，刺激一下你这个娘腔的小子。不甩我？这也是200两，不用找了。少爷，你没把我做换狼手里。因为毕竟小月刚从二人谷那边拿到一大堆钱呢。小少爷眼光不错，这种上好的珍珠市面上可真不多。怎么又重复一次？是有 bug 对不对？要来了吗？要来了吗？你这小凯子，要买东西不来找我，就是上人家的当。那匹马连80两都不值，而珠花，那珍珠最多只值10两。你知道？我这样聪明的人还会不知道？知道了还要上当？上当有时是占便宜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好姐姐，莫要生气。哎呀，刚才一急，珠花忘了拿。那我想想你戴上珠花的样子，好美，就像是个公主。只可惜这里却没有配得上公主的王子。你不就是个傻王子吗？你说我傻？过一会儿你就知道我不傻。方才要我上当的人，立刻就要找上我上更大的当了。你真是奇怪的孩子，说话总是要人听不懂，做事也叫人猜不透。方才买马那位小少爷可在帐篷里，我给你送来珠花啦。上当的送上门来了，我换上衣裳，马上就出去。你乖乖待在正直里，千万不要动，不要说话。小月儿，人家会一直等你的。你们干什么？不会送我珠花，搞这么大的阵仗，每个人手头还带那么多东西。常言说得好，货要卖世家。这些人说小少爷是试货的，却要将好货色上给少爷你瞧瞧。你们不是要让我上当的吧？言有此理，言有此理。各位还不快献宝，让这位少爷鉴赏一下。这些东西都不错，我都想买。少爷一起买下最好，这样最好。好，全部给我包起来吧。不包。但贷款要银子，这还不容易。多少银子随便你们说吧。王八蛋，每件价格贵7-8倍，你们干脆改行当土匪算了。不对不对，这些烂商人是要是被马贼劫了，我才能消气。加起来一共多少？一共6600两。这价钱不对。是，这价钱不对。少爷，你说的价钱吧。我说，你们只怕……小人们绝对没有意义。既是如此，好，我说这些东西加起来，我一共给你们，我一共就给你们1两吧。少爷，你在开玩笑吧？咱们做生意讲个信用，你假如没有存心讹诈，就乖乖退回我们的珍宝，我们就不跟你计较。我早已说过，你们这里。要我说个价钱，而且声明绝无异议。此刻要想反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小骗子，还咱们东西来！谁是骗子啊？你们才是骗子！别跟他啰嗦，待会把这羊羔子皮当踏垫。好凶啊！再见。
你别逃离张海川，我回头找人来教训你。哎呦，好痛啊！这些港岛关外做买卖的江湖客，平常力气都不小，手底下也有两下子，每次都欺负咱们藏人。你好强哦！又是这种眼神，我得想法子脱身，不然我的青春要断送到今天晚上。哎，姐姐整天不听话，要是那人瞧见了，以为我们有什么关系，那些汉商一定会找你下手。没关系，你会保护我。我生气了，我干嘛保护你啊？你吃定我了是不是？何以见得？你没瞧见我对那些人的手段？我坏得很，又贪心爱骗人，还会欺负弱小。直觉告诉我，只要有我有危险，你一定不辞千里来救我。那天晚上我是故意的，我又知道你很君子。你别误会了，我还怕你给我仙人跳呢。此事你不知道我的本性，那我真应该先圈圈叉叉，然后再圈圈叉叉一番，然后捡走你所有的钱财。想象一下草原上独自啜泣的少妇，多么邪恶的画面！难道要这样你才肯承认我的坏？我都和你说明白了，满儿就当聘礼，今晚我在帐子里等着你。完了，进了帐永远都出不来了，不进去又踏上女孩子家的自尊，那怎么办？聪明如我也有不能决定的时候。我想一想，我真的喜欢她吗？不过她是自愿的。哎，不对，趁人之危，我不就和狗痞子同性没有两样了吗？但是有好处不去占，这和对不起肖伯伯的教诲。杜伯伯一定叫我不进女色，说什么女人都是祸水，练功最重要。屠姑姑叫我要迷倒三妻四妾都不为过，有孙子给他玩弄最重要。老万只要我不做坏事，一切都支持我，会给我两瓶金枪不倒。金枪不倒是什么？燕伯伯的话，对，我大仇未报，七个承诺儿女私情，桃花流宿的恩情就用小白马来抵了。这一包袱财货若留给他，只会有杀身之祸。我还是这样安静离开。桃花姐也是见过世面的，过两天一定会明白。好，耶，马尼马尼哄，丢了包袱，功德无量。小玉啊，小玉别走，等等我。你不说一声就走，你我惹了麻烦，再不走就要连累你了。那你为什么留下小白马？你这么好心，留出一碗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，我算是三生有幸了，当然留点像样的东西报答恩情。那些东西呢？全丢了。原来小林子不要马要财宝，我再拿给你惊喜就好了嘛。丢了？你为什么？这些财宝花到地上，总有人拾到的。他们若是好人，有良心的减少些，改善生活，我开心；减多些，贪心就变成坏人，我更开心。又被坏人拾着，一定会因为分赃不均而打起来，打得你死我活，头破血流，我又笑到肚痛。其中有人独吞，甚至还会将别人都打死。对，就算是被人骨头拾到，一定什么事都不想做，整天要去草丛里找，四处去找。一直找到饿死为止。你就这样开心？你真是冰雪聪明。我只不过抛了一些东西出去，却显然不知道把多少人一生的生命都改变了。这岂非天下最好玩的事？ 你以为你很伟大吗？你就只会这么点小聪明？哇，我快呕血了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说我聪明才智天下无双，竟然第一次被女人羞辱，可恶。喂，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小聪明？你生什么气？你不是把白马当聘礼的？一直逃避不是办法，还是明白的回绝他吧。我怎么这么迟钝？没的事。我们边疆的姑娘都很纯情的，你以后永远别再回藏海村玩弄人家的感情。我总算完成一项伟大的坏事，二人谷的前辈们高兴了吧？杀千刀的小白马，我回去天天鞭打你这没良心的畜生！
女人真是恐怖，只是想用鞭子抽我，这没良心的畜生！哎，小白马，委屈你了，恐怖哟！